爸，阿公，哎，阿公，你来遮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阿姐，你来遮是怎样？我伫咧送礼物咧啊。哦，来来来来来。哦，哎，歹势，歹势。来来来，大姐，咱来看你好囝婿是送什么礼物予咱？哟，错了，错了，这可能是报应。啊，想怎若找着我？ 刘阿妈，啊，这化妆品要搞保养品哦，是要送哦，你也要搞小妈啦。哟，也讲了，爸，这补品是要送你的。我有哦，当然的啦，你是带来两条嘞，我怎么不能退掉？好啊，家己有后一个。哎，然后其他物件，啊，你若是有需要哦，这里特别要紧。哟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免客免客，这我淡薄仔是。哇，谢谢。师傅啊，啊，你这总经理以后。 就出手就大品牌，吼，这物件拢足贵的啦。对，你哪会知？当然啦，你是不是袂记啊？以前哦，我嘛是世界百货的总经理啊。哎呦，哇，小叶姐，那你真正是得着好阿妹，拜拜你。我安尼唔免辛苦做工课，个有人甲你叫绵绵。对啊。 大姐啊，拢哥哥，恁看，真乃是性感睡衣，诶，这毋是小叶的赛书啊？哎呀，想嘛，真是送互小叶的啦你。嗯，哇，哦，诶，弟娘，这咱设计时阵，这牌子咱有看过呢。哦，这名仔得用的啊，这色也无适合我甲你啊。嘿嘿，大力补肾丸。嗯，弟弟。 你算不好哦。嗯，相公有志无？嗯，我恁爸的身体真好个啦，恁唔是恁母恁恁母恁个妈妈？我可以保证，龙哥哥的游记足好个。拜托了，恁两个。阿舅啊，你要送这物件进前，敢有甲小月姐参详过？啊，这物件参详拢无介适合爸爸妈妈嘞。 因为我平常时真正是足无闲的，所以我这物件是拜托我的秘书去提我拣的啦。啊，可能伊无了解咱兜的状况，所以唔才拣一寡无适合物件。哦，袂吧？你的秘书唔是慧杰，慧杰咱拢有熟识啊，伊应该足知影哦。咱兜的状况，啊是这物件是你买去给别人的，啊伊送唔对啊？ 嘿啦嘿啦，嘛是有可能啦。是讲这性感睡衣，应该是要送给小叶才对啊，吼。啊，歹势歹势，无，我可以换，我可以换，好，换一个较适合的哦。诶，物件互你啦，吼。啊，免，来，提起我想麻烦啊啦。你讲迄化妆品哦，迄妈妈用袂着，无紧啊，伊人啊用啊，吼。哦，嘿啦嘿啦。我来讲，上重要是啊，咱锻炼这个心，较重要吼。哦，嘿咩？ 我一定要让伊看到我上水的模样。你来啊！安娜，真无好，想来你就听。你搞啥？你吵架遐个人啊！物件拢送到位啊，甲当面遐咸淡咸晒，早知道卖送。 嗯，迄人哦，就是安尼啦。软土生根，你有当做是啥有去食着我？我讲嘛，啥有去食？上起码伊会搞细只倒去。好啊，好啊，莫阁想迄个哦，毋知影顶少你的人，伊即马甲我做伙呢，你就来当想我。我拢已经伫你的边啊，为虾米阁要想你啦？啥物意思啊？
啊？无啦，我的意思当然嘛是爱好好享受你的温暖啦。嗯。哇！对啊，我有礼物要送你哦。什么礼物？来。前几阵我看到你的背包歹去啊，头拄设计时阵哦，看到这個，感觉就是合理的。你有介意无？若是无介意，我再提起我。只要是你送，我拢介意。哎呀，还是你对我上好啦。你哦，总是无了解支持我，唔讲我要提啥，你拢会为我做甲到。我真唔是无条件嘞。你若是无珍惜我对你的爱甲付出，我嘛是输。啊！我所有人来这看你啊，对不？哎，你公司我是你的电视，不过伫这个小金屋，你那是外情人。还是讲，你哪无买你家己的啊？买自家的惊着啊，无心情买啊。古早讲，去嘉德百货内面嘛，无啥物好买。嘉德百货，所以你遐物件拢是去嘉德百货买。是啊，我听讲哦，迄个嘉德百货的执行长。刚才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前一阵嘛坐飞机的时阵，飞机失事已经过身啊，后来遐就无人咧管理啊。即马有牌子的柜位哦，无几间，而且保全哦，态度嘛足歹的。我妈顶过去摕物件的时阵，阁互赶出来呢，真正是够狗眼看人低的。咱若是当趁这个吼 BOT 案还袂招标进前吼，将嘉德百货甲买起来。后摆前途不可限量。哎，以后我若是赚大钱，就把迄间百货公司买落来，家己做执行长，想要买啥就买啥，我也别人看我面相。不离开，你真正有这个机会。